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白欣慧。今天跟 Mika 老师合作的感想就是心里非常非常的激动，也很兴奋，因为一做好妆法走下来，就发现这布景非常的不一样，非常的独特，是用很多不一样的花色以及布料拼接在一起的。大家应该可以看到，我今天其实的妆法、颜色、造型来讲都是非常撞色的，是非常在这画面里是感觉是非常鲜明的感觉，所以这一直是我以前没有尝试过的，就是看到一个不一样的自己的感觉。觉得刚刚整个穿起来就是非常的有型，而且我们特地在每一套造型上都有搭配不同的唇色，还有不同的发型。我们甚至发型本来一开始比较长，然后慢慢的剪短，在最后一套的时候甚至有抓一些比较朋克的造型，所以是我觉得一直以来我应该在近期来讲我没有做过这么中性，可是却又感觉有女人味在里面的一种中性感，所以我非常喜欢。想看到更多的白欣慧，请看 Vogue。